第二回合，新闻类机会赛，请助理。旅行也有专用的 hashtag， 请问若翔表示这个地方是秘境、人间仙境，可以用什么标签呢 ？A hashtag darling escapes，B hashtag get away。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 get away。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就是 MOD 的频道上面看那个几个频道，好像就有一个节目名称直接用 get away 取当做他的节目名称，然后他的内容就是去拍那些大家比较不知道的秘境。这 Darling Escape 很特别，听起来很变态，就是有一点，对，就是有一点，就是我掳过来的人，然后逃走了，对，那有点私奔的感觉。你也可以睡啊，也可以说私奔啊，对，Darling Escape 感觉有一点点带一点点情色的味道。请你个头，谢谢揭晓。秘境、仙境，好，实习医生呢，在 hashtag 的一些呢专有名词哦，也可以让你的照片触及率更好一点。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的 getaway 跟 darling escapes， 其实呢，它都有点代表人想要远离现在的生活，然后稍微逃脱，让自己放松一下。可是呢，如果你 hashtag darling escapes， 它通常哦是女生在用的这个词，那会更感觉起来更少女感一点。那 getaway 呢，却除了呢是想要逃脱当下，然后到一个世外仙境，同时它还有代表秘境或私房景点的意思在里头。那当然，如果你有时候呢，并不是真的到了秘境去，你只是在大城市当中呢记录一些美好的片刻，你就可以 hashtag city walk， 那就代表了说你是在城市当中行走，记录这些美好的当下。杨森亮准备，一位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正确，1万元。睡。睡合作无间的，哎呀，赞赞赞！哇塞，请朱夏礼。出国旅行必先确认国家禁忌，请问去泰国的时候，下列哪一个行为是被禁止的 ？A. 在海滩捡贝壳 ，B. 站在门下方拍照。我的答案是 B 锁定，站在门下方拍照，因为泰国什么叫站在门下方？哪个下方啊？可能是那个门框的下面，因为泰国是一个宗教国家，然后佛教国家，所以他们应该有蛮多都是跟那个跟习俗神明的这个相关的禁忌。然后我记得他们会在室内常常像东南亚有些是放在地板上面，有些是像一个神龛的位置什么的，就是。他们室内都会有供奉神明的，所以我在猜他们的门下方有可能会让他们会觉得是神明的位置或什么的。请揭晓。喜欢去泰国旅行，那有一些禁忌你一定要知道。首先呢，我们到海边的时候很爱捡贝壳，对不对？但到泰国，他们非常重视海洋的生态环境，所以呢，如果你在泰国捡贝壳，甚至想要把它带出境的话呢，最高有可能会被罚4年的有期徒刑，以及被罚40000泰铢哦。所以这点大家不得不注意啊。那另外呢，在泰国，因为他们是一个佛教城市，他们的寺庙呢高达了3万多座哦。到寺庙去拜拜的时候呢，除了记得不要随便乱触摸那些神像之外呢，以及在他们的这个门槛，这样都是要跨过去，可以踩在门槛上，因为他们认为说门槛就像是呢佛祖的双肩，踩上去就是一个非常不敬的表现。打地拳转移，雪儿准备，新官上任加油，请助理。日本铁道协会曾经调查民众车站与电车内礼仪，请问多数乘客认为哪一种行为最让人困扰 ？A. 高声量对话 ，B. 后背包背在肩上。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高声量的对话。嗯，因为是日本。我之前在日本的电车，大家都很安静。嗯。对，然后你只要发出一点点声音，大家就会看着你。什么叫后背包背在肩上？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时候你背包出去的时候会用到别人，对啊，因为你就进到电车嘛，有时候很挤，
但是我之前后背包在电车大家都不会看着我怎么样，但是如果声音太大的话大家就会看着你，所以我觉得是 A。 请你揭晓。其实这两个选项就分居一二名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电车当中的礼仪，除了不要高声谈话之外呢，还有在这个后背包侧背包的部分啊，尽量呢不要把它背在你的身后跟侧边，那除了呢是怕会在你的这个有些动作的时候会碰撞到别人之外呢，当然呢也可能会比较容易被一些小小分子去行窃嘛，所以呢最好是把它放在座位上或者是背在你的胸前咯。打力拳又转移了，罗莎莎准备好，请注意。心理学家依据大头贴分析，请问把大尺度性感照当作大头贴的人，通常是哪一种性格的 ？A. 没安全感的人 ，B. 自卑型的人。我的答案是 B。锁定。怎么说？因为我观察我追踪的朋友，就是爱把大尺度性感照当作大头贴的人，他们都是异常的有自信。但异常有自信的人其实就是心里很自卑，自卑感引起的自大狂，对，然后加上他可能就是觉得哎，我只有这一点是给可以给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的，然后再来就是 A 选项没安全感人，其实我也偏比较没安全感，所以喜欢穿多一点。我觉得没安全感反而不会想要那么坦诚相见。请揭晓。从大头贴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如果呢他的大头贴啊是放跟一群朋友的合照，代表他的交友圈挺广阔的，而且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人格，那如果呢他放穿得很露的那种照片哦，其实代表他可能内心是比较有点自卑的，因为呢他觉得说自己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目光，那没有安全感的人格特质又可以怎么从大头贴上面来发现呢？就是当他很常频繁的更换大头贴的照片，就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刷存在感啦。廖文强准备。哦，你的世界变大了。两万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我继承。哇，今天三真的很热门。四千元。啊，还不错啊。啊，可惜灵感不够好。请注下一题。声音分贝过大就会对听力造成危害，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指南，哪一个活动更伤耳朵呢？ A. 观看烟火表演， B. 观看体育赛事。我的答案是 B。 锁定。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也是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做音乐做久了其实就是耳朵听力会很敏感，然后我发现就是观看烟火表演大家都在录影，根本不会发出声音，然后顶多就是哇，但是不会很大声。可是体育赛事就是哇，就会很大声。然后最近那个世足很红，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运动酒吧看的时候，就会一直被吓到，所以我选 B。来计较。怎么会？你讲的，我觉得你分析的蛮好的，偷偷是道啊。对，分析蛮好的。是不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啊？那要告诉大家哦，其实呢，如果我们的耳朵啊长期可以暴露在这个85分贝左右的噪音环境当中呢，对于听力就会有一定的损害。如果你是一般正常这样交谈跟对话，大概是落在60到70分贝左右还 OK。可是呢，如果啊你是长时间的戴耳机啊，或者是呢是去演唱会啊、球赛啊，它的这个分贝指数就比较高喽，大概会到90几到100左右。那我们都会觉得说烟火那么远，然后像它这样子蹦蹦的声音好像没有很大声，事实上呢它居然会高达140到160分贝，所以这点是大家比较容易会忽略的。医生准备唠叨了，来请注下一题。旅日风潮再一次燃起，台湾网络调查日本连锁饭店的热门话题，请问何者的讨论度最高呢？ A 温泉， B 房间大小。都很值得讨论呢。等一下啊，讨论度谁最高？我的答案是 B 房间大小。锁定。我也是，因为就是疫情的这段时间物价上涨，所以其实大家对于价格这方面会很敏感，
那房间大小跟那个房间的价钱，它有一个很直接的相对的关系。所以我在想，大家应该会开始比较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在房间大小要花多少钱来订房这件事情上。可是日本可以开放，大家可以订票的时候都是冬天的。对啊，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我最近看到的所有饭店都是在推他们有温泉套餐。来，请谢总。你看，哎呀。现在呢，很多人讨论要去日本旅游。那在这个部分呢，讨论度最声量最高的，毕竟冬天嘛，大家想泡汤，所以呢，第一名就是温泉。然后呢，这个饭店里头有没有大众池啊？有没有一些汤池啊？这些东西是大家最在乎的。不过当然呢，讲到了饭店哦，里头呢，大家呢也还是会在前几名讨论到的，就是夜景跟房间大小。而房间里头的哪些设施，大家也是很关注。比如说呢，它有没有干湿分离呀？它的吹风机用的是哪个牌子啊？有没有咖啡机呀？这些就是比较细部去讨论的了。好，这个单元结束。廖文强啊和罗莎莎19000元，医生杨振达23000元，不然雪儿姨还是原地踏步13000元。第三回合，一分钟，要不换人？换。梁振达，我觉得你表现很好。没有，因为第三回合大概4题。哦，你们现在大力拳转移的，其实也不见得会到你了，你搞不好也是换地方休息而已。哦，你很会换呢。可以，大力拳转移，雪儿准备。我想看到你。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更新，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动力，赶快来订阅哦！